后面的乘客把口罩戴好啊！你很好听啊！ 这间约我。请从此处坐计程车出返宋楼。快闪快到电动乘客，请从此处右去乘坐扶梯上楼。这边。 乘客您好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早些来。现在的乘客请随着老板到达南京站。我是插进去啊。 请往哪边走？现在请徒手把口罩戴好。